やります、はい。Greek grandfather was Swedish. We're in the right chairs. Yeah. Everybody's yes. in the right chair. Yeah. Okay. Thanksgiving and all that people have. Don't want, yeah. Don't want to sit. I'm hanging on for this Good afternoon, everybody. Thank you. 好，诸位下午好，非常非常就是下午好。我们今天非常高兴，我们是在数字化时代的对于政府的一些挑战，我们是如何有那些什么就是新兴的那些立法和法规方面的一些挑战。好，首先我是对我们的诸位这些参与者表示衷心的感谢，而现在就是我们也。可能我们知道就是我们有一些那个原来的这个主持人他是今天没有没有这个他就是无法参加，我也是我们的就是秘书处的总秘书处的一个工作人员，而现在就是这样的话我就很高兴可以今天就是和大家参加我们的会谈，而且呢我们是在这，就是我们是二十一世纪，对待技术的突破是一个和过去是不同的，因为过去我们是有那个核能、原子能、或者是宇宙的开发，可是二十一世纪的技术主要是包括这些，比如说人工智能、区块链等等，所以呢就是在这我们做这个份工作也可能就是我们以前的这个方式，就是我们花了五年十年进行了探讨，进行了协商，终于就是取得了一种协议，这个步伐已经是不行的，所以呢就是我们也是在这对于我们的那个政策框架工作我们是要做好一个完全新的一个那个新的 approach， 就是我们是要重新想一种办法，所以呢，就是我们在这也是在这种多边的这种和就是跨部门的这个制定政策的方案当中，我们会做出一些例子。
那么首先就是我热烈欢迎我们的一些我们的诸位高级的代表，那么就是，我们是就是莫莉莱舍，他是这个 OECD 的高级代表，而且他是在这也是，比如说和司令部门，还有就是和那国家的，央行也是做合作，就是下边是就是 Sophie Pearson 是国际商会，就是国际商会的一个负责创新的创新部门的领导，而且就是在这也是对于我们，那么确实呢，就是我们在这可以说就是我们有非常多的就是多彩的精彩多样的见解的这个代表者，所以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那么，Sita Kumar 是下一位，他是，我们就是 Sita Kumar 是一个那个网络安全方面的专家，而且就是还有就是网络犯罪，是属于他的专业，而且呢，就最后呢，就是我们还有，那么是，是我们的议会，是刚果，就是刚果议会议员。 而且就是我们在这也是非常高兴看到，就是您也是在这也有一种多方的一种方案，特别是对于这，你也是在就是刚果的就是 Kibu 北部省，做这个技术项目。我们今天首先就是欢迎大家，就是做一些那些介绍，然后呢，就是我还会，向我们的参与者提一些问题，以后我们的欢迎我们的观众听众可以就是自己也补充一些意见，就是首先我们是从毛利开始，那么一种真正的多，就是一种跨学的合作或者一跨部门的一种政策制定政策的方案，你是怎么看的？而且就是从 OECD 角度来说，你会给我们做好哪些什么演讲？好，我们等待您的发言，谢谢。非常感谢我是很高兴可以机会今天到这来，而且就是我们是有这种我们今天所面临的这些挑战，我们看到哪儿是有机会，哪儿是有挑战，这个并不是很容易可以理解的，而且对于我们的所有的 政府、企业和其他的利益相关者必须就是做全面的投入，而且数字化转型还是可以帮助我们改进人生，而且在我们的 OECD 范围之内，我们也有一个数字化项目。这个数字化项目当中，我们已经有了20多个不同背景的政策和政治家。 我们都是想携手一边做一个全面的和包容性的数字化转型，所以在这就是我们需要一种这个政策的一个概况或者一个政策的一个架构，而且我们在这对于这个政策我们会有不同的要求。第一呢，我们要提高这个对于 或者就是我们做方便起来，对于数据、对于服务等方面的这个准入；二呢，就是我们也数字化的创新；第三呢，就是我们在这就是我们有很好的良好的就业机会；第四呢，就是我们是要发展的社会的，就是富裕起来；第六是加强信任；第七是 数字化业务的企业当中的或者业务当经济当中的这开放性，所以呢，就是所有的这些领域都是需要有效的协调，这个就可以说主张我们需要这七个方面的工作才能够完成顺利的完成数字化转型。 所以，比如说，你可以做好很好的基础设施，做一流的服务，但是假如你是得不到老百姓的信任的话，那么就不会成功。那么，在技巧，在这个就是素质上面，也是需要这方面的准备。所以，就是这七个方向，可以说它对于我们的数字化转型的七个重要方面来说，都是很有代表性的，而且同时，它们也可以显示出来我们在那儿必须做一些让步和妥协。
那么就是在这我们都是有一个一份材料，所以就是我们已经做了一个材料，你们都是可以阅读的。 那么就是不少国家现在已经是有这方面的这种政策在位到位了，可是就是我们真正就是有一种全政府的做法才是可以真正的成功。所以就是这种全政府就是方案首先必须有个清楚的目标，二是清楚的措施，第三是就是可以做就是评比的这个业绩。 那么，而且呢，就是这个我们也是在这是有那个可就是必须不忘记这些可就是不可能忘记这些可持续性发展目标等，而且就是我们在这还有我们还是要坚持和我们和就是评价和评估我们的工作，而且我们在这协调就是跨部门的协调和就是跨越就是政府层次的协调也是不容易的，可是就是我们的这些参与者就是相关利益。 相关者，他们也要做投入，而且我们在现有的基础，就是现有政府机构的基础上，我们还会发现也有一定的文化因素。可是数字化技术在这可以提供很大的方便。我也是在公共，就是在公共参与的，就是问题上看了非常有趣的，这些就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例子。所以，比如说，就是老百姓经过社会媒体是对于这种行政和 参就是以公就是公众参与的方式，可以就是对于行政工作做贡献。那么在这我们在这也有那个网上就是网址，你可以参考这个网址。我们就在这有一些就是一套工具，可以帮助各国政府更好的落实有数字化转型的这些就是连贯性的项目。 而且就是我非常高兴，可以给大家说，我们是去上个礼拜刚刚我们在一种国际竞赛当中就是获得就是黄金就是金星，这么一个获奖，所以我非常自豪的给大家传达这件事。 而且呢，就是我们这些指导性的这些文件，它还有一些软件，也有一些工作原则，所以就是追加事件等。所以就是我们在这对于人工智能的一些意见和建议，我们在这还有这些就是国家的，就是第一次就是国家对于人工智能是有一定标准的。而且我们在这我们对如何就是保护在就是孩子们的在上就是在线上线生活。 那么就是对于如何分享数据等等，也有非常明确的说法。那么就是这几个手段都是分布在这个七个方面，所以你可以就是网上可以查这件事情，而且就是你可以就是随时就是参考我们这些文件，非常感谢大家的这个意见。好，非常感谢莫莉女士，而且就是再次祝贺你刚刚获奖了，你们获奖，你是。 刚刚就是对于这个人工智能的问题，也是就是说了一些说法，而且就是，那么就是好像现在已经开始，在这是有一定的那些原则，而且你是在这也可以说是做了一些很好的这些工作。 所以呢，就是你是以前是做怎么这种协调，就是这个协调，这个协调或者磋商，这个磋商，这个工作是怎么做的？它完全可以说是多边的，是多边的利益相关者的一种倡议。而且我们在这也是怎么做的？那么我们可以说呢，就是这些。 确实呢，在这可以说我们目前可以说这麻烦是在于细节，就是我们有一些细节，就是不容易解决。比如说，我们对这些原则来说，就是也要实施这些原则。所以呢，我们正好在这有一些那些细则，我们正在编写这些细则。而且我们在这也有一个所谓的在线政策观察台，这个观察台里面还会提供更多的详细的细节，对于 这些问题，而且对于就是这个，就是对于很多国家来说，都是有参考价值。你确实呢，就是我们你给我们提供如此深入的、全面的答复，我表示衷心的感谢，真是就是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的。
好，非常感谢。我首先也是借这个机会对我们的东道主表的邀请表示衷心的感谢。我是就是国际商会的Sophie Peterson。 我们在一百多个世界的一百多个国家有九十个，这就是有九十多个的国家商会。我们就是什么是这么一个联合会，而且我们在这也是负责各方面的这些工作问题，比如说我们如何就是制定标准，我们也是在一种就是多部门多方向的环境里面做好工作。所以呢，就是我们。 我们是在做这个开头，那么我们就是在这已经听说，我们现在已经有39亿个人已经可以上网了。可是在这就可能确实直接联想到这些一直还没有上网的老百姓的情况，所以这个对我们的那个企业部门来说，我们经济部门来说，我们在这和那个政府部门、技术企业，我们都是合作，一边能够克服这就是应对这种挑战，所以。 请允许我在这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机构认为一种多边的利益相关者的方案是什么呢？所以呢，就是我们还是觉得这种多边的协商和磋商应该是在决策的各个层面、全面的层面，而且就是全方位的一种合作方式。这样的话，我们可以互相学习、互相借鉴经验，可以就是更好的到位我们的工作，而且我们也可以互补性的做好。 考虑好到我们的这些利益相关者的，就是合法的利益，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可以就是挑选、实施、坚持和评估一种真正的多边的利益相关者的这么一个提议，而且也能够做出一个综合性的一种评估方式，而且就是我们在这完全就是覆盖整个这个数字化生态环境，我们就可以做很全面的工作。所以我们说三个。 爱，那么一个是实施，就是首先是实施，所以的就是我们要开放我们的就是传统的这种制定，就是制定政策的方式。这个在这是有几个方向，就是有几个工作，比如说我们是有一些，我们如何就是可以更好的连接，就是和联系到，就是所有的这些领域的。 和部门的代表，因为呢，就是很多人和单位就是直接也是影响到，就是或者就是得到这种决策结果的影响，这个也是可以说也是技术的这个供应的一方面。那么对于所有的利益相关者来说，应该要分享或者就是要分这些信息，这样的话就是可以避免冲突。 而且就是在这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第一个是实施就 implement， 第二是 integrate， 那么就是集成，所以呢，就是我们在这是要就是一体化或者集成很多很多这些概念，所以就是我在这有一种这么一个图片，一个多就是同心卷的这么一个图片，就是我还是觉得我们可以很更好的就是有个视觉感，那么就是这个综合性的这个方案或者全方位的就是。 全方位的方案，那么首先我们有基础设施，那么这都是可以说就是我们的基础设施，或者也可以说是我们通讯技术的这个生态环境。那么它是作为一个基础，那么在这种基础上，我们有更高的一些层面。那么就是这些层面就可以或者代表一些那些经济政策、技术政策、文化政策，或者就是行政方面的政策等。 这个就是涉及到我们都是这些问题，都可能就是互相有一定的交错，也可能需要就是有关的那些利益相关者的有经验的投入，比如说就是企业家、技术公司、政府官员等等，就是只有需要这些具有熟练的人的和单位的那个投入才能够做得好，而且最后呢是我们是那个 SDG， 就是可持续性发展目标。 那么就是这几个层面，可以说我们都可以说作为就是互相巩固和。
加强的这么一个结构，而且就是在各个层面、在各个参与方之间，我们就可以加强这个交流。所以呢，就是我们5年，就是好几年前，我们已经有了这方面的一些投入。我们那个时候就是在于政策和可持续性发展环境，我们就做了这么一个文章，就是写了这么一本书。那么最后呢，就是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如何可以爱，就是这是最后的一个爱。那么英语 improve 就中文就是说如何可以改进或者完善，如何可以更进一步完善。所以呢，就是能够就是做好有效的、有效果的工作来说，我们就不可能不评估、不断的评估我们自己的工作。所以就是各方的，就是立相关者应该是要积极参与这种建设和评价和评价和评估，一边这样就是也可以建设各个就是互相的这个信任。 所以呢，就是我们在这可以说也没有一种什么一套方式就符合就是所有的要求。所以呢，就是我们还是在这种数字化转型当中必须考虑到各种各样的条件和特殊的情况。所以呢，就是我还是觉得这个图片在这的意义是很有趣的，可以说我们是怎么搞工作的或者组织工作的。可是就是我们前天我们还都知道，就是我们的 就是多边立相关者这种方案，就是可以是显示出来。那么我们在这也和各种各样的合作伙伴，密切携手，一边可以说我们的就是互联网的介入，就是可以在所有的这些层次上发挥作用。我们也是想提高就是各个人员和机构的素质和能力。所以的就是这个能力的问题和技巧的问题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就是我们在这也是需要加强我们的这些各方面的这些培训和教育的这个工作，而且这也是可以是作为一个投资，就是投资的对象。那么我们就可以对这些各连接性的这些框架、架构也是可以做出一定的设计，而且就是我们还是觉得我们也可以动员起来我们的这种就是这种全球性的这个网络。我们是全世界上代表属于百万级的企业，有99个就是国家商会，而且就是我们在这确实的代表性是非常的强。那么我们就针对比如说气候变化，我们已经在9月份的时候刚刚就发起了一个联合倡议，而且现在已经有1200个就是全世界已经有1200
好，那么就是说这样情况，事实上你们的这个当时一百年的这个生产，你还刚才说到的三个这个爱啊，是这样的，啊，我就是说把这个三个这个方面呢，能够相互交汇起来，啊，我们现在有这个不同的爱的领域，但是你相信是什么地方，我们从这三个爱里面能够把它们连在一起呢？啊，这三个流程是真正的是怎么走到一起呢？这个真的一个跨领域的这种措施，是如何来实施的呢？是这样的，如果没有这个跨领的措施的话，我们恐怕就再也达不到这一点了，我们所需求的目标了。有时候好多事情我们开始做的时候，就应该把它考虑的比较周全，能够把这个所有的能够使用的机制能够使用上，使它就是在之后的这种过程中比较顺畅的得以执行。 那么事实上，我知道这是一个我们所说的是一个框架的一个条件，但是框架条件要是经常的要去质问它，或者说检查它，使它这个适应变化之后的这个情况。 那么我们这个事实上去找到解决方案，要有一个正确的途径。我们如何去找到我们的解决方案，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啊，这个创新这么一个真正的一个流程啊。这个现在我们来做下一个讲演。啊，谢谢大家，David。
真是不错啊！今天到这个 IEF 来，我真是对我收获也很大啊！在这个场合里面，我们真的是大家都有一个跨领域的解决方案，大家都认为这是的确是能够解决问题的一个做事的方法啊！我觉得就是说，把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各方面都要把它考虑到其中去。啊，好，谢谢大家，请我来参加这个的这一次的这个嘉宾座谈，啊，我们这个组织呢叫做这个全球数字伙伴啊。我们这个全球数字伙伴，事实上我们的原则就是这个开放性的，各领域的合作，事实上我们是有这么一个框架，在这整个这个网络上面，我们和这个各个的领域的这些参与者们讨论我们在网络的安全、网络的政策。那么我觉得有几个方法，我觉得要使得你们能够提醒。那么就是我们的这种流程，还是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措施。我这点块我还想这个细讲一下。首先呢，我们必须要这个包括所有的人，然后要是一个公开，要是我们敢公开，然后呢，我们要有这个真正的共识。那么，我这点我就想这个简单说一说啊，然后我就在想讲我们这个所应对的挑战。那么就是说我们的一些关于这个方案，那么什么叫做这个公开诚不公？这个而且呢是大家都可以接受到，就是说我这个所有的这些人都可以这个站在一个同一个水平相互的交流，所有的人他不同的这种背景、不同的能力上面，他都能发出自己的声音，我们能考虑他的这个意见，而且呢就是说他们也是一个无论是地理上还是这个财政上还是这个语言上的障碍，我们都必须把它排除，这样才能够使大家参加了我们流程桌，就每一个都应该有机会去把自己的这种意见发表出来，而且呢可以在公开的在这个社会上进行发表。那么所有的这些解决的方案，这或者说决定吧，都是出于这个各方参与的情况下才做出来的。另外对我来说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说这个公开这个透明，而且呢要这个有责任，这个最后要有一个真正的一个合规检查。那么很多的因素我们必须要知道，就是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各方的利益的平衡，而且在整个的叫有我们必须要做有汇报的，有这个共识，然后呢就是我们所作所为呢也要有一个合规检查，有一个检查的制度。那么事实上我们也是请大家能够参与我们这个流程。那么如何去进行这样的一个参与呢？那么肯定是我们必须要拥有某一种专业的知识，这地方是很重要的，不是说就是说，在这个公民社会里面啊，我觉得就是说有的时候的确大家这样的感觉，有一些社团可能就是说把他们就是定义为某一种类型的一种社团，他们只关注某一种这个议题，就把他这个就是这个地方呢，我觉得这样做是不对的。其实我们所希望呢，这是有多方面的一种技术上的解决方案。事实上我们就是说有好多的这种机制了，无论是这个科研呢，无论还是社团组织啊，非政府机构啊，都是问题。那么我们现在说到挑战，那个挑战我们如果是一个真正是多边的解决方案上来讲啊，特别是包括网络安全啊。这个地方好像是说那个大家就是感觉到了这是一个安全的问题，那么好像这个问题和我没什么关系，我就不用去关注它了。不是这样的，这个网络安全事实上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是负责的，所以说这个整个的讨论也必须是一个多边的一个开放的，有时候我们就说如果是一个多边解决方案可能会更花费更高，成本更高，但是呢如果是你们我们从一开始就做到这一步，但将来呢就不用花这钱了，否则的话你将来也还是要为了改正这方面错误反而会花更多的钱。所以说我们要从一开始的时候就要是一个把整个这个知识传播起来，把事情做起来，而且呢长久来看一定是更省钱了。所以这个地方呢也是透明也是很重要的。
那么我们应该做什么，才能够实现双方的支持呢？那么我们这个整个的流程，就是在整个的，就是无论是政府方面，还是这个非政府方面啊，都必须是有一个真正的最次流程的坚持。而且呢，我们不是说这泛泛而谈，我们每一个流程它都有是自己的一个主要的解决的问题。所以说，就是机构性的。 在一个某一个部委里面，都要有一种机构性的这么一种组织来针对这些专门的这种问题，我们也觉得在国际层次上，大家都应该这么做，而且呢，这个工作是要持续不断的。那么，所有的这些利相关者，我们觉得就是从一开始就必须让他们这个知情，不是说这个。 到了这种真正实施的状态状态的时候，才去通知他们，不是这样的。我们必须要一开始就要说。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一个更为公开的一个对话，公开的一个流程，这地方呢，就是说这样做才最后能有好结果。是的，谢谢。你说到刚才透明这个问题啊。 那么这个好几次都提到了，但是我自己想这个集中讨论的问题是说，你如何能够确认在整个的流程中是真正保明透明了呢？另外就是说，在对外的话，你还有一种真正的更广泛的这种的透明性，因为我们21世纪的这个社会呢，就是透明是非常重要的。的确是这个是一个核心问题，有好多不同的方式方法。我刚才已经是提到了一些嘛，能够使我们这个整个流程的透明化，那么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就非常清楚，我们就是为什么说有什么样的专家应该把它带到我们的决策过程中来，做一起做这件事情，而且我们要讨论一些什么样的主题，是所有的利益相关者得到这些充分的这种信息，那么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这种。 这种积木吧，就是只有说在这种元素下，我们才能建立起一个相互信任的这么一个基石，大家都应该得到他们所需要的这个信息，能够才能够推动我们整个的这种流程。而且呢，就是说从这个在我们实施的时候，我们也要有一个真正的一个政策。事实上，就是说我们自己呢，没有任何时候可以说没有足够的信息，因为我们这个网络时代信息永远是充分的。 尤舒提，那您是这个唯一的，是我们坐在这是一个真正的政治家，那么就是请您来谈谈您的观点。我的名字叫 Safari， 我是从刚啊，我的名字叫萨菲，我是这个从刚过来的。那么我今天本来没有说是我自己会参加这一轮的这个论坛，但是尽管如此呢，我也是很高兴今天能跟大家在这儿这个场合谈话。虽然我没有准备，就是说一个讲稿了，但是我就说几点吧。真的是在这儿能够发言，可能是也是很难得的这么一个机会。所以呢，我还是利用这个机会跟大家说一说，就是说从这个政治的 层次上进行一种真正的构建，可能现在是完全和以前是不一样的了。那么一方面呢，就是说政治家，我们就是从政治层面，首先，就是说要把这个政治广大的人民群众，他就等着我们这些政治家做出决策，那个政治是政治家的事情，但是现在在网络时代这种情况已经完全改变了。这个网络不光是说属于是政府的，网络首先是属于这些人民的，或者说这些网民的。那么如果一个人他想搞政治的话，而且呢他是和这个互联网有关的这么一个政治情况下，那么所有的这些网上的意见，他必须要听 取这些，而且这些所是一个所谓的这些网民嘛，他有时候不光是一个国家，是一个机构，是一个个人，那么真是出处是都是不一样的，而且他们站在自己的立场上看事情的这种观点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我今天这个中午吃中饭的时候，那么后来我去卫生间了，我可以看到那个有一个写了那么一句话。
是怎么回事啊？这个地方他像那个就是留言的这么一个这个，他干嘛要写这个呢？为什么说一个人把这么不守规矩，把这么漂亮的一个白门上面瞎写字儿，这个人怎么回事儿？但是我发现呢，就是说我可能不是说这个像我想象的那么年轻了，没有我年轻的时候啊，我自己。 对这种情况啊，我也把这个所这个涂鸦的这种东西，我都把它看成是艺术了。现在我就把它看成一个犯罪行为了。所以说呢，就是人的年龄也决定了他的看法。那么年轻人他的想法和老年人就是不一样的。可能有些人知道，我觉得啊，我们还很年轻啊，可是我已经真的是到了一定的年龄了。现在我已经，就是，当柏林墙倒塌的时候，我都是初生了。那么我当时没在柏林，但是呢，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个柏林，我当时是上小学了。我看上去好像挺年轻，但其实我不年轻了。 那么就是这个多领域的这种政治构建，要包括所有的这些人，使他们都有这种发言的声音，所有的无论是网络上的这些，所有的这个公民社会的代表，那么这些所有这个维护人权的组织，维护网络人权的组织。 事实上，大家很关注这个人权如何在这个网络上能够得到实施的。人权带给我们的自由，是不是能够真正的促进民主化的国家？就是说，在这个网络本身的网络上，或者说网络本身，也要能够成为一个自由的世界。那么，网络本身也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创新。它可以创造出很多的不同的平台，给这些所有的企业带来。 新的这种营业模式，那么所有的这些参与者都是我们在此发生的这些有权益的发生的地方。那么就是说本身这个互联网它不是我们的重点。那么在我们这个刚果共和国，我们有其他的这种生活的重点，我们是追求和平的，因为大家知道我们的这个战争的这种灾难在我们的国家是延续不断。那么我们现 在和我们的这个政治家，我跟他说啊，咱们现在谈一谈这互联网的治理吧。他们就会觉得，你看我们现在正在做这个和平，做这个争取和平的这种谈判呢。你还说什么互联网的事儿？我们连和平都没有呢。所以说呢，就说这个整个的这些政治上的这种重点可能不一样，但是一旦把它这个互联网治理先实施起来了，那么对这些政治家也是会有影响的。 那么，所这些国家，它虽然是不是把这个互联网是作为它的重点的工作的，但尽管如此，他们也是在这个互联网之内的这种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这种精神，他们也是涉及到他们的。所以说，我们如何能够肯定，那些没有出生的孩子们的他们的权益也能够得到保障呢？或者说，我们那些在这儿，像这个南苏丹、吉布提，或者说那些难民啊，那些流离失所的人们，他们的利益是如何也能够被代表呢？ 或者说那些难民，那么他们是怎么考虑这个区块链、考虑这个网络的这个身份认证的事情吗？所有这些的议题，其实也是关系到了他们这些人的生活了，或者说他们的生命了。所以我们也要听到他们的声音。那么这点我就想讲呢，就等于是做个建议吧。我们如何使得这些我们没有得到我声音没有传达到我们这儿人的声音也被听到？我想提的问题，我们说跨科的一个方案。 你刚说到青年，我觉得我们都觉得你看起来挺年轻的。我们有很多医院要坐长途的飞机，如何能把一些
年轻的一点，就是调用你们的那个首都 Kinshasa，你们如何把青年的看法融合起来？在我们的国家，我们有一个问题，就是选举之后，我们发现，我们就是跟，我们的那个投票的人没有接触的，我们刚被选举，我们不知道，不太了解他们的那个情况，因为距离，从 Kinshasa 到 Goma 是3个小时坐飞机。我们就是每年一两次，就是去那边，所以得到他们的反馈，对我们来说是很不容易。所以我们现在可以通过网络，就是保持与他们的联系，所以他们也会获得相关的信息。当然是 WhatsApp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工具，帮助人家就是与相关联的人的联交流，所以我很吃惊，我们在那个选举设备的时候，我们去一个很偏僻的地方，他们说有那个天天要打内战的一个地区。但是以后有2、3个人就是叫我说，我原来是跟联署跟你进行交流，我当时就很吃惊啊，这些人也是用这种工具跟我在遥远的地方就沟通，所以我们就是可以就是深度就加入这些村庄，了解他们的这个生活，也是我们可以教育他们的是那个一些交通障碍和，就是我们安利就是应该了解他们的问题，所以我们要保证所有的议会尽可能多的程度就是用这些工具就是跟他们的是投票者就保持联系，这样可能也会变成更民主化，所以啊，可能这个选举不仅是很民主化，但是5年之后，政府的80%的人是全部就改新了，因为投票的就发现，他们选上的政府官为他们的没改善他们的生活，为他们没做什么事，所以他们就是换了一批人把他们选上去，所以我需要有一个完善的网络，我们可以把使这个民主的过程得到更活跃的繁荣和进展。这是我们这是第一个阶段的繁荣。我们现在要开放10分钟，所以观众现在有机会提问题，可能我们有机会听4个问题，从这个左边开始。请事先的自我介绍，我是 Devin Tambini，我是伦敦经济学院 LSE 的代表，我就这次是以个人的名义就是来发言。我有一个建议，我觉得我们是这一个跨科的这个利益相关者的过程中，再加入一个新一个阶段，所以我觉得是，就是可能要把它限制到一个有限的一个利益相关者，可能这种限制是现在不可行性。现在每个人都是变成的一例相关之，所以我们应该承认这个那变化是什么？我们就是
关于民主的问题是什么？有假信息和伪造信息，所以要新的就是文职子的一些制度和方式，还有国家安全，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那个也是那种假信息。不是，只是在国内的一个问题是，当然是跟这里的那个民主体制和跨国的这个交流也有一些影响。所以我们在国家的级别进行讨论，是不是跨科多方的相关职的应该采取一些新的方式。因为有新的一些政治解决方案来把它出台，所以我们试试要控制发表意见，还有平台控制和监管。我们再第二两个问题，然后给论坛的代表的一个机会回答。或者是 Steve 跟 NetChoice 的，我们如何测量你们的是要采取的措施，是不是会创造一个差异，是不是会带来变化？比如说，裸视的一些裸视工具是不是足够的？还有一个良好的那个运行的那个发展是，所以能不能就是如何能达到这个国际形成的那个数字产品的什么？好，Steve，谢谢你，在后面的一个人。我们可以再加一个简短的问题。我叫阿斯姆图甘尼，我们是也是康果共和国的一个代表。我想借用了 Safari 先生，就刚说的说，就是我们的国情都比较复杂。我就是一个非盈利的组织，它是也是跟 ICT 有关的一个，有一些医院的是，我住在国贸，刚说了离肯萨是3个小时的一个城市，我们就是从事一些民主化的过程哈，是，因为是。比较对我们比较难把我们的建议提交，议会提交首读，所以我们就是使用网络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我们不一定要直接去勘察打造这些议员跟他们介绍我们的意见，我们可以是通过网络的方式就影响他们是，那这问题是有一些。有些议员不太喜欢用电脑和网络，你可以给他，虽然你可以有机会给他们发邮件，但是不一定保证他们所有的议员就是也看阅读自己的收到的邮件，所以我们应该能保证如何能就是比较更有效的与我们的议员就是保持问题，这也是一个很谢谢你很聪明的一个言论。我们是 Alejandro Pisanto，墨西哥的国立大学。我以前都是从事也是网络方面的业务，我不知道。是不是那种跨科的多方里相关者这概念，是不是有道理使用这个？所以，因为我们有很多一些有意义的领域可以使用这个概念，
说他那个国际上会的女士 Sophie 的那个贡献，是我们会缺乏一些机制，怎么达到这些目标，也需要一些机制如能，促销撤销的一些不成功的一些决策，也要一些正当的责任的，就是问，自责的一些机制，所以，也不要光靠的考虑那个网络，也是一些对人的行为的一些表态和态度。 因为我们不知道商线和离线的是要同样达到效率，当然是，我们知道那个假信息的事情，但是，在我国就1996年就已经有这样的一个案例出台，所以我们现在还有10分钟，所以每个人大概可以啊，抽2分钟回答。 这是一种新的那个跨科多方立项管制的一个方式，怎么测量成功，如何能对议员的文资质，还有透明度的一些问题。谢谢你们提的这些问题。 我们是不是否加入一个多方立项管制政策的阶段？我没有肯定的回答，可能也只是有一些新的工具。我也看了一些有通过那个连除了达到一些新的这点的效果，有用的。 第一个月的试点，他说如果我们做这个，我们就可以在这里的是降低成本，不要在这个方面投资的这么多。我觉得是很好，就是怎么长时间就是协调人，我就要协调36个国家，不同的委员会的协调，所以我要平衡很多他们看法和利息的事，所以我觉得经过这个协调过程，最后的效果应该是大家就是达到一些盈利的。当然如何测量这个成功，我们是跟第一个那个冲击部门就合作，要做那个框架的所成体个体位的这个成功，我们也看的这些。 国家的不同的条件，如何怎么算这个成功？当然，我们也用一些卫星的数据，有那个数字技术的传输，有能相比的一些数据的积累，在不同的国家很不容易。但是我们有一个可测量的新的一个计划。 我认为，应该能保证所有的国家就是走一个同样的方向，这个应该是很重要的。因为如果你不知道你处于在什么位置，如果你不知道后果会怎么样，你无法拟定相关的政策。我觉得很好，就是新工具这个概念。 如果可能，我现在冒险就是要重复将模拟已经提出的意见。我觉得如果现在我们已经加入一个新阶段，我应该知道。但是我们现在就是提出只是一个出发点，而不是一个一定就是要限制人家的一条路。所以我们也根本不是提出它的。
全面性，但是是应该是一个对我们的工作很有利的一个方案。但是我觉得我们根本不是在使用一个很古板、很坚固的一个方式。但是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方案，可能也是对我们的那个对话、对象都是能做出一个讨论的基础和给大家就是带来一些。 一些看法，但是，在我们的国际上会，我们就是看重这些问题，否则我们将来就没有人需要我们的这个服务。如果要的那个可测量性，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因素。如果你要改善自己的工作，一定需要做一个标准。如果没有这种测量成功的数据。 我们根本不知道有什么进步。其他，这种多方利益相关之主义，那我这个概念我不应该用。 但是，我们的专题的要讨论的问题的复杂性要变化。但是，我们这种包容性、透明度和开放性这种理念和这种原则，我们都不要改。可能一些变化是技术性的，可能也有一些虽然有需要的因素，就还没到位。就说有一些大的挑战，就是面临这些挑战，一定要用这种多方利益相关的一种方式。你也问了，谁是？ 有重要性的一个利益相关者，我觉得所有的人都是利益相关者。当然是每个人都受互联网的影响，不管你是不是上网，如果你不上网，你还是受这个影响。所以我们觉得是一种采蜜的一个必要，就做这个蜜有很多。 部分组成部分，我们可能还不认识呢，怎么要慢慢都拼在一起的拼起来，才看清楚整个的问题是怎么样。但是你还是我们要一直是关注和，如果是你说到那个监管和监督测量我们效果，所以我们也都要一定参与那个评估的这个过程。 当然是用这个跨科和跨学科跨部门的一种方式是很有必要的，应该反映所有的人的这种看法，因为能吸引和做这些人，他们也会参与产生有关的效果，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效果和结果也会反映所有参与的人的利益和。 看法和价值观，我是不是忘记的一点事情？还是我就想说到最后提出的问题：我们怎么能确保这次会落实了，实现下来会落地这些解决方案？首先是这样的，落实。 就是政府主要是政府的责任范围内，但是如果你拟定一些政策的话，有一些人输入的比较多，比如说民间社会的代表，如果。 一些人就是参与这些决策过程，他们是因为他们对一些主题有一种热情的态度，他们一定要
做到一定的作用，要达到一个一定的效果，这个也是对企业要同样的方式。企业就是要达到成功，他们要赚钱，所以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所需的事情，他们都会去做。但是最终还是。 企业就是，就是实现增幅的一些目标，当然增幅的是有什么优先的目标和有所不同的目标，所以在落实过程中要看如何能实现的这些目标。你有新一套新增此套新增次落实的时候，要是保持一个热情的态度，但是也要同时要实现一个监督的一个目标，也要一个所称是要智能目标，就说可测量，有可信心，需要一些客观的数据，明确的数据，来评估这个。你从开始就有决定，谁要陪同这个落实过程，谁要测量这些效果，谁要评估这个，有人要保证是按时间的体现和要求，来实现的。所以这个工作也是可以被我们这个民间社会的代表来承担。 好，就是合法性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是如何就是可以确保这些程序、这些工作都是就是合法性的、是有效果的？所以我们的参与者都已经发表意见，说是我们是要就是新型的工具、新型的手段。那么就是我们也是有负责任做好这份工作。那么现在呢，就是我们还是觉得就是我们欢迎，就是我们对我们的第一次讨论会的参与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那么我们现在就是我们的参与者也还是可以留在舞台上，那么我们现在也可以就是我们的第二阶段的，我们有一些新的一些那个参与者就是上台，那么我们在这是就是对这些成功的因素我们就会有一些介绍，我们说就是有4位参与者。 那么就是 Kenneth Adu Amafu, Olaf Koman, Lisa Dyer 和 Zoe Darmé。好，就是还有一个椅子。 他自己拿来自己的椅子啊！好，谢谢你们四位参加我们的那个会议，就是你们可以先就是简单的介绍一下，就 Kenneth Adolf 是这个，是就是非洲，就是网络安全研究中心的就是主任。 而且也是就是数字化法权机构，而且就是我们那么我们下面是 Olaf， 他是我们的就是我们的那个就是 ISOC 的这个就是技术首席执行官，他也是一个就是在社会和政策方面的就是一个发言者，他也是对这个很多方面就是做了一些就是贡献。 所以就是只要是你们都是熟悉就是互联网的管理方式，那么就，我们就还有就是 Lisa Dyer，Lisa Dyer 女士是那个就是人工智能合作社，就是对于社会对于老百姓是做出福利工作的，就是我们在这也有一种就是对人工智能是有一种。 跨学的就是方案，而且就是比如说，我们也是以前，比如说就是在美国空军里面也是用过这些技术。那么下边就是我们是那个 Facebook 的全球管理机构的代表，叫Zoe Darman。
而且就是我也以前也是就是在联合国的这个维和就是部门就是做过工作，那么现在就是在下午的这一个那个下午，我们请 Kenneth 就先给我们做一个就是从这个非洲数字和就是数字化权和权利的机构做一个介绍吧。好好，到了到了，行了，好，非常感谢大卫，而且非常感谢你邀请我参加这个小组讨论会。那么我们做了，我们今天听了很多的这些就是各方面的这些介绍之后和发言之后，我们在这有一个政策环境的一个转型，就开始有个转型，而且就是我们是从为了做一件什么事就利用什么就办事，所以呢就是特别是就是在互联网治理方面我们是有这种工作，因为互联网是给所有的人供的，那么我们在这对于这些政策的这些开发，特别是在网络安全时代，还那么就是在就是各个国家的这些互联网治理的这些方案当中，我们都是要想到我们是做哪些什么一种多边的和就是跨部门的工作方案。首先呢，就是我们要定义这个政策的核心问题是在哪里，所以就是你先要判断一下，正确的判断你的核心问题是什么。那么下边就是你必须就是和所有的这些利益相关者沟通，以便才可以理解真正的就是理解什么是关键的问题，所以就是这个关键问题就可以说是你的政策的这个驱动力量。那么第二呢，我们要必须明确判断这个利益相关者的团体到底是谁，因为我们所有的人，我们不可能就是以全体人员的名义参加这种协商机制，所以就是你必须有一些比较代表性的，就是你有一定的就是代表性的团体，所以比如说就是你有政府，你有科技团经济界等等代表，所以就是他们也可以帮助我们，我们经过协商可以说可以发现关键的就是问题的核心或者关键的问题是什么呢，所以呢就是我们也可以在想我们有这么一个，那么所以呢就是我们加入就是我们就应该是有一个了解情况的一个人才是可以做出和比较好的贡献的，所以就是正确的挑选这些利益相关者的团体和代表是很重要，因为这个代表问题也是很重要，因为我们当然比如说有民间社会，我们可以说民间社会是我们的合作伙伴，不过就是谁要正确的代表社会呢，或者就是可能也是根本不了解我们关心的问题是什么呢，所以呢我们在这可以说我们必须要了解我们的各个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是什么，所以这个也可能从经验出发可以说，假如你没有一种很成熟的这么一个利益相关者的团体的话，那么你就无法正确的判断他们关心什么的，所以比如说你说产业界等等，或者就是那么就是产业界的代表，或者就是商务就是商业代表，他可能就是会有一个就是只要涉及到这个就是这个工作的话，我们是要如何设计，如何实施，如何就是评估这些政策呢，就是他可能也会做出一些贡献，所以就是也可能就是有的人开头的时候做了贡献，到始终到晚上的时候就根本连不上他们早晨做的投入和就是我们晚上得到的整个这个法规是什么关系的，所以
我们必须还弄明白，就是我们的这些参与者，他应该是有这种专业知识，所以他必须就是他不可能就是随便参加什么会议就等待了几个小时就可以。所以我们是需要一个人，或者就是需要的人，需要的团体，他是有这种能力的。所以我们在这我们也是需要民间社会的，就是各方面的机构、非政府机构。 可以在这做出帮助，比如说做一些工作坊研讨会、普及化教育工作等，一边就是可以提醒大家我们在这谈什么问题。好，这个说的非常敏锐，因为呢，我们今天已经说了不多，就是我已经说了很多，我们是如何离开我们的这种就是封闭的环境。 所以就是这种什么库房，就是我们有离开库房，因为这个库房，它可以说就是含有真正的库，就是库房含有真正的专家。那么就是我们要在各个库房之间，也可能就是会有个更好的连接的话，那么也可以帮助这些专家更好的携手和交流。所以你是首先不过就是我有个问题，你是首先怎么定义？ 一个这个核心问题是什么？而且你有不同的这些利益相关者，他们都可能会有不同的意见。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要判断正确判断和定义一个问题的本性是什么。那么我们就需要一个磋商机制，比如说我们说互联网，那么互联网，那么甚至。 那么一些最文盲的人，他都可以用这个互联网。那么我们就是可以说，互联网是给我们大家的，不说就是不分人的。那么我们就在这还是会有一个结论。那么这就是我的，就是我刚刚就是说过的，就是这种新工具的概念。 好，非常感谢你用的这种表达方式。那么下边我们欢迎Olaf， 就是联合网，就是互联网社会的代表。好，就是呢，我在这有一点事情想给大家介绍一下。我还是觉得有点吃惊，这个礼拜听了很多有关什么人工智能、智力等等，就是前几年我还记得什么大家都要讲物联网。 那么就是物联网安全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话题，而且它是一个我们，就是在这我们一定需要就是更好的这些和谐和协调，就是而且就是目前我们对于我们这些，我们对于很多的这些问题，我们还不是很清楚。 而且呢，就是我们，比如说，就是在这说一些，很我们经常所观察的问题，比如说，我们是在这是这个物联网的多边，网络安全平台，那么就是这个平台或者就是这个行动，可以说它还有很多特点。你已经说过，就是我们是如何接近或者就是考察这个专题。 原来就是有6个不同的组织，做了这方面的倡议，就加拿大的部门，还有我们的互联网协会，那么还有一些那些，那么就是我们的这个最高名誉的这个注册机构，还有就是加拿大的一个那个学术团体，那么这都是他们都做了，就是做了贡献，就是做了意见。 而且他们都是互相问了，我们自己，我们有哪些什么能力可以给我们的产业、给利益相关者提供哪些什么有效的建议呢？因为就是我们大家都要投入物联网的装置用到使用，所以就是我们自己可以做什么呢？就是我们可以提出什么建议，可以提高物联网的安全水平。 那么就是，我们就在这做了一定的一个，我们就是在这做了一个可以说是一个程序，它是开放的、开放性的，而且就是我们就做了那个一个
很多面的工作，就是你们大家知道，加拿大是一个有两种语言的，而且就是国土很大的一个国家，所以就是我们还是就是我们也想的，就是这么一个安全方案，它应该要覆盖大都市、乡下、不同的语言等等要求，所以就是这些工具已经是很重要的。那么。 我们在这也有了这么一个网页，我们在2018年的，就是这个 ICU 就是2018年的这么 .ca， 那么就加拿大的这么一个网络网页，我们都是就是对所有的这些材料和各个利益相关者的这些意见文章等等，就是先收拾和整理了，而且就是我们对于参与的这些概念，就是有的是很简单就。 我们不应该说，不行，但是，应该说是这样，可是我们也可以这样做。所以就是从负面的态度改成正面的态度，那么这都是很简单的这些工作程序的一些提示。我们确实在这有了不少教训，也有很多各方面的就是不同利益团体的，就是利益相关者团体的意见。 而且我们也有技术的，就是技术界的这些意见，而且我们现在还继续处理和消化这些工作。我发现了你稍微已经有了一点就是不耐心，所以我停止讲话。所以就是在这，我们是有很全面的一些挑战。那么你也是说，就是从下到上做这个工作，所以你对说了也有很多文章，很多。 白皮书很多会议，就是这种复杂的就是工作方式，它如何就是到底就是可以做出决策呢？因为呢，就是你必须先融合几种想法，而且也可能就是也无法确保就是最佳的想法是可以做好，就是可以真正得到就是大家的赞成。那么这些工作呢，也并不是一个。 单独的一个过程，我们在法国、在荷兰、在新加坡等等，我们都是做过这些工作。而且呢，我们现在就有这么一个平台，所有的这些国家先有一个物联网，平台可以交流自己的意见和经验，像我们在这做的一样。可是就是我们有的想法，我们是坐在一块儿，那么。 我们都是可以说，我们是就是标准工作的企业家，所以呢，就是我们在这可以说，在这种形式，就是根据这种形式和工作方式，我们推广我们的思想。所以呢，就是对于决策者来说，就有一个机制化的东西呢，这是很好的。那么这样的话，就可以很好的就是做好这些工作。谢谢。那么 Ola 非常感谢。 那么下边就是请丽莎，好，非常感谢。人工智能伙伴机构是就是有100多个合作伙伴的，就是还有60个来自民间社会的非政府机构，我们还有一些那些企业，还有这些学术机构。 也科研机构，我们往往的就工作就往往都是经过这种多边的利益相关者的方案来做的，所以我们我说就是我们是全面的，是要覆盖这些方面，那么就可以说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呢就是我们有很就是人工智能的这些很多很多具体的技术，都事实上还是属于这种研究状态的，所以就是有的。 工作或者就是有的技术已经被市场化了，可是总的来说，大部分也还是正是在科研状态当中。所以，我们对不同的整个发展状态来说，我们都是应该有针对性的工作。比如说，就是对这种负责任的，就是行动或者行为标准，我们也是做这些就是工作。比如说，就是学术界在这是非常开放的进行这个研究。 而且也要说技术应该是开放的才能够成功，可是有的人，那么就是有的人对于我们在研究状态的时候会发现一些不应该公开的事，所以，那么我们也可以说，比如说我们在我们的工作的时候。
顺序当中也是做考虑到民主等等问题，所以我们和我们的工作就是我们的工业产业合作伙伴、学术合作学术界的合作伙伴，我们都是在讨论这些事。而且就是有的内容，它是它的那个政治含义非常的浓厚，比如说就是面孔识别，它是这么一个技术，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和非常慎重的考虑到一个多边的利益相关者的方案，它应该是怎么是一回事，我们如何建设信任，我们如何克服性别差别，我们如何创造一个允许错误的这么一个空间，我们如何可以说，或者就是我们如何可以说服对方听取意见以后再笑话，以后再讲话。所以呢，就是这些这个过程应该是要保存的。而且我们在这看到有，我们在这还有很多很多非常有趣的工作一直没有做，而且特别是在应用以及而且就是有的理论工作也是很好的，而且在智力方面我们也是做一定的工作，所以呢就是我们在这也自己有野心，就是想做一点就是创新的工作，所以就是我们在这有很多报告，就是很多报告，就是我们有很多报告都是很好的，可是我们如何把这些报告当中所描写的技术我们是怎么变成应用技术呢？所以我们也和这些政治家进行了一定的会谈，我们也要看就是我们有哪些什么标准，那么就差不多到这里为止。而且我非常感谢你是Perfect initiative. 这是一个很好的倡议，我们要为你提出的一点就是把利益相关者都有不同的动力的，有的是他有那个人类是有一些追求利润的一些利益相关者，你们如何要坚持信任度，这是很关键的一个问题。你是有不同利益的利益相关者之间，如何能坚持他们的信任度，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看了一般就是很重要，是要把我们就是交流和沟通的一些游戏的规则要把制定很明确的那些规则，我们的如何讨论，如何如果有争议的话，有争论的话，要很小心的发表自己的意见，要就比较敏感的是不要直接否定人家，就是这是我们学到一些很宝贵的东西，有时候是要那个饭店的形式的要有关系，我们以前在纽约有一个很好的方式，有一个圆桌，所以所有人可以看大家的脸，不像在教室这种有一个方桌，但是在一个圆桌，你可以慢慢注意，所有其他人如何说话，看他们的脸，观察他们的那个体验，都是这样，都是有一定的影响对我们这种讨论的气氛。所以我觉得是很出色。比如说今天就开始说，我们的。这种时间的问题是很关键的，是因为如果我们做的多方利益相关者的过程都需要一定的时间，因为他们那个跌跌过程，所以就是如何能把这个需要速度的跟需要足够的时间进行相关的讨论过程的一些问题，这种协调是很关键的。因为如果你要顾所有的人的那些意见，你一定要费一定的时间。谢谢。谢谢，就是你会一些问题提给我，我们一定要就是戒烟前一百的人都是就是这种谦虚性和
比如说，他们加上的一些限制物体的核物的他们都不是科学家，都是政治家，但是他们说很周到，很严谨，很互相的尊严的方式，就是所以有时候有一些人就是参与我们的那些决策关于人工智能，他们可能没把作业做好，没有研究足够的研究，就是像这个主题相关的细节，所以这是我们应该从我们的前辈借鉴的一些因素。谢谢，我就回答你刚才的回答。我很欣赏你回到那个外交的金时代，但是那个时候你们进行那个时候外交，就是参与者都是白皮肤的和男人的一个世界，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们一定要跟现在的世界是。谁听说过我们的那个联署的那个监督委员会啊？好像我们观众的好几个人都已经听说过这个。我们要主要是两个功能，一个是要监督和检查审查，我们就是删除内容的学术，所以这个委员会这个方面主持的就是 Mark Zuckerberg 和所有的那些 Facebook 的高管也无权否定，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就是对政策的这个决策是很重要的。所以这个委员会会对我们说，你要改善的一些方面的这个要变改，所以他们会提出这些建议，以公开的方式，我们要做一个公开的回答，这是我们的是监督委员会的责任和任务，我们这是费一多年的时间。我们当时是进行这种最喜欢各级别的这个意见的时候，我现在看到这里有好几个当时参与者的人的脸，我们也要提供就是的政府的意见，民间的社会的评论。那时候我就我老板说，我就进行了很多各级别和各方面的听他们的意见的是，有一些问题的依据是，你积累所有的那个政治意见的是。再说，如果你是要这样的做，我就不想做。我们当时有一个方案，我们还没有所有的所需的回答，所以我们就是修改这个方案。Bertrand 给我们提一些建议，阿森和这里好几个人都是提出一些宝贵的意见。就是所有就是坐在我们那个上市的桌子的人都是说的是，如果我们说的没有影响你们的 Facebook 的政策，就不会注意到我们的那些意见，那我们最后为什么要费我们的那个时间？所以我们就是改了一下我们的 Facebook 的政策，好几个方面。另一个关联的问题是，我们的电视会如何能做独立的？如果你们自己就是给他们薪水，你们自己选就是那个电视会的会员，这个就是一种宣传的活动，但是没有真正的意义的。你们有没有
所以我们就是建立一个独立的一个基金会，这个信托基金会，我们把钱给他，然后这个基金会就是提供资金给那个电视会，所以我们就是没有自己的管理。 当时你也说，如果你们都选举所有的人，选择所有的那些电视会的会员，那就不独立的。现在我们会选三个人，然后电视会自己就来找另外的人。后来总共有40个那个职位。 我当然也可以会说，更多的是我们就是，协调过程的一些电影还是那个电视会，哦对，很对，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想多方利益相关者的一个方式，但是不管你的过程是多么好，你可以选就是合适的那个利益相关者，但是日常的一个挑战是什么？ 如果人家提出一些建议，但是最后更加没有跟踪这些建议，那这个结果是什么？比如说那个电视会，这是一个很先进的一个机构，但是如果电视会的建议，企业不跟踪他们，还是就是建议的落实过程中就不选择原来的落实是。 那你们怎么确保这个效果？基本上我们有7天的时间落实相关的决策，这个我们一定会做，这个也是很透明的，但是有那个真实性的意见，是没有约束力，这是顾问性咨询型的一些建议，所以有人来说，这不是一个讨论学会吗？他说，如果是。 民间社会参与的话，这就是一个一定要承担责任的一个事情，因为如果民间社会参与的话，我们所有的建议是很公开的，如果我们一直就不落实这些建议，那就是民间的那个社会会抱怨，会批评我们，所以我们看如果这些政策是不是。 有可以直接落实，还是他们有一些不愿意就承担的一些负面的影响，一个一些后果，我们就会考虑这个，然后我们就是会公开的宣布，我们如何就落实还是不落实这些建议，所以我们说这种公共责任的义务，这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有70-80亿的那个。 世界人口，他们都会观察，Facebook 是不是那种听这些意见？我们现在就是有那个 Q&A 这个轮，我们现在可以先欢迎一些观众的，所以如果你们有一些什么多样化的问题，我们现在。 要谈一些多元化的问题，跟你开始。我是一个巴西的研究员，我叫 Fernando。我想提的问题是这样的：最近几年，有一些移民和难民那些少数民族。 他们就是用社会媒体，就是提自己的声音，他们这样有一定的影响在自己的国家和全世界的那个公共的领域上，比如说在 Facebook 在 WhatsApp， 他们就建起一个群体。 所以我的问题是，对 Facebook， 如何 Facebook 和那些政府设计的政府如何合作，就是说，调整一下这方面的这些议题。
因为在我国有很多不同的看法，如何能一个正当以数字的形式来安排要处理？谢谢你这个问题。还有两个问题，你后面那个人，我叫 Sovereign Soler， 我是人权灾难中心，在哈佛大学，我有一种担心，可能是没有理由，但是我觉得多方利益相关这个人是过度的使用的，所以是一种幻想，大家要给大家的一种现金的和一种共同性的感觉，但是不会达到核心的问题。 真正的利益相关只是什么？我们如何能实现他们的那些利益？我再举 Facebook 的这个例子，你们刚提到是有一种承担责任的义务，这是 Facebook 应该遵守那些建议，但是很多Facebook 的用户，没有。 这种经济实力或政治实力，就是让把他们的那些意见都提醒出来。那如何能他们的意见都是积累，还是要承担什么责任？那我还后面那个人，你有什么问题呢？我叫 Avin Abajam。 我们是那个龙图，龙图花，就是那个在政治广告在那个媒体的那个渠道，在明年的那个美国选举的时候，那个选举的那个奋斗的成本，就是花在社会媒体的渠道上。我们都可以试一，这个天怎么说？透明度这是很重要的，在选举要达到透明，可能不怎么好。 如果你知道，比如说一个试用社会媒体的用户，他对的那个争点是如何？所以一般这些平台是不是对那个选举的结果会选举之前已经知道？按照那些用户的这些概念，是不是还有一个人？我叫 Maria Vaskaba。 我就是有这些远程的提交的问题。上次是一个朋友，他想知道一个跨国多方利相关的那个感觉是，就是与那个互联网的什么，这是一种。 是一种病，就是你控制不了在上网去花多少钱，或者你的情绪有很大的变化。好像我们都理解这个。我想从多方面知道，如何能对付这个问题。 只是提到那个互联网的，这是对人的身体健康的一些影响。我想干涉一下，如果提的问题跟与主体有关，这是应该比较合理的。我们是有关于选举的问题，我们有。 一个设立不同的问题，我们还有一些关于垄断性的问题，还有就是对那种过于就行互联网的问题，好像有一个问题，好。 好，谢谢啊，我不是说马上就把所有的问题都问掉，那么事实上我是现在就是希望能够。
把这个所有的问题，就是尽量的能够把这个共同的这个议题回答一下啊。首先我说一下那个选举的事儿，啊，我想跟大家说，很清楚的表明，我们希望就是有一个透明度，就是恰好是因为这方面，啊，我们事实上也做那个广告。 那么我们事实上呢，就是希望有一系列的这种，机制，能使得我们的这个董事会也能够，知道这件整体的这些事。我们可能到这个2020年的实现不了我们的目标，但是呢，我们现在呢，就是说这个整个这个把自己的透明化推出去这个步骤是由董事会下定决心要做的一件事情。另外一点呢。 我这个看过的这个国家机构，我也和他们合作过。我就是希望他们，就是从企业方面来讲，就是能够真的是说这个把他们，我们在这个整个这个把自己的透明化，事实上我们要保证这种脸书的它的这个独立性，就是确，我这一点我想还特别强调一下，可能我这个回答不是说让你们这个非常，满意的，但尽管如此呢，我还想把它说出来。另外呢，我们觉得还有一个就是一个整个的平衡性，是全世界的，不是说所有的这种机制能够都可以的用到那个地方去，那么是说这个我，你当然你可以说了，这个决定我是反对他的，那是这样的。 那么另外一些的地区呢，他们觉得就是说非常的无力，这个和这个政府方面呢也没有办法做出他们的这种反对的意见，但是我们现在呢，可能是也没有说真正决定这些事，但是我觉得就是至少呢，我们这个为什么就是说能够不是所有的这些。 我们的这些网民们，他们是不是在将来能够充分的利用的网络？比如说呢，他可以用一种，不是口头的方式，而是就是说用书写的方式，或者说用一个语音的方式，来表现自己的这种意见。这点我们不是说能够都还是很清楚。我们到这个2020年，是不是也可能还实现不了？ 就是说，我们这个通过一些新的这种工具，使得我们的这种透明化更得以保障，而且是把目前现有的这种状态能够真正的打破这种僵局，能够真正实现一个透明化。我也想，说一下关于我们这个，说一下这个关于这个我们如何在一个透明化的流程中能够。 可以推进，那么当然我们现在收到这些流程，我们都是和这个伙伴进行这方面的工作的推进，这个本身就是一个进步了嘛。那么事实上我们不是人工智能的专家，但是呢，我们是在各个方面，我们邀请人，他都是和整个的这种技术有关的，所以我真的是。 在刚才我们都已经谈到了，我觉得就是说，光说这个外交层面、政治层面，我们事实上是和这个工会组织是非常紧密的，那么欧洲这个工会组织还是比较强势，在美国这个工会组织不是那么强势，另外我们就是说还这个像这些和这个在监狱这个被监禁的这个人，跟他们也有着联系，另外我们就是说还是也，在也遇到了很多的人，他在自己的这个整个这种技术世界上是有着这种非常大的这种经验和能力的，但这些人并不是在硅谷工作的，所以说我们就说很多的这些工业组织，他们是的确是非常有权力的，有权力。 那么我们希望呢，就是不是说这个有权利的人不是我们的工作对象，我们是希望那些就是代表了他自己业界里，代表了他这个对这个人工智能的这种有直接这个接触，比如说他这个产品呢，这种推销啊，那么我们希望就是说这个技术能够得到这个我们所期待的这种发展。
否则的话，可能这种人工智能方面可的确就是不能够这个承到我们这个人类的服务了。就是我们希望能够这弱势人权能够得到我们的这种关注。啊，是的，啊。那么就是说整这个一方面是这个强势的人群，也他有钱，他这有更多的信息，他这个工作也更重要。那么说这个如何来找到一个平衡，那么如果想到一个我们多领域的一个流程的话，那么我们必须要真的是做一个透明度，那要使到这个所有这些人的权利也必须要透明，他要知道就是权利他所想实践的东西是什么。那么说到这个多领域的这种解决方案来讲，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不是这个地方，我觉得有一个这个网络瘾君子，这个是也很有意思一件事，我也说不了。那你刚才说的就是，说到这个频道啊，说到好多人连这个他不能占有频道，他没有办法进行这个信息的传播。那么另外一方面的这个网络上面呢，他们自己是，的确是。他这个必须有这个他的这个占有他这个频道，因为他们就是说，如果这些人，这个最上网的这种可能性比较小的情况下，那只有保证他们这个频道，他们才能够在这个网络上，才能有这个机会。那么所以说，我觉得这个讨论问题，我们必须就是说要这个具体的情况，这件事情是什么的，有一个什么样的作用？比如说这些专门说这个 frequency， 或者说这个这频道的这个真正的这密度上，那么谁是都是来这个做这件事情啊？我们这个要跨领域的这事情的时候，我们觉得就是说要这个给我们提供它内容的这些人，应该是一个正确的一个我们真正的这种进入本身这个进入的这个 input 这个进入的这个材料基础材料就应该正确的。好，谢谢。我刚才说的那个不是那个关于频谱的那个频道的那个事情，那么就在一个多领域的解决方案说，我觉得真的是不同的利益集团都应该能够找到他们的代表。那么我觉得这个他这个代表呢，而且是要对自己目前的这种状况，而且是他所网络上的一个状况他是了解的，他必须是一个专家啊，他这个他说出是以前是专业化的才行。那么我们如果是作为一个跨领域的这么一个真正的一个解决方案的时候，必须有一个能力的建设，那么这样才使得这个所有的人那个加入到我们这个上工作中来，不是说我们随便大街上一喊你来参加吧就可以参加的。那么我们就是说必须要是这个基础的东西要有。如果是这个整个这些代表人物他都是真正的是有资质的，那么我们整个的做工作的时候可能就会更容易了一些。比如说吧，我们可以有一个，首先有一个比如说部长吧，让他来做这个小组的这种组长，然后呢我们再组一个找一个这个公民社会的这么一个代表来做副组长，这种情况是非常好的。这样呢就是说这个部长他不光有这个政治权，他的政治权利就受到了一个挟制。这样就是说在每一个流程的这步骤中，每一步上面都有这么一个权力的制协啊，这样就可以有一个平衡。 Safari， 刚才有人说到了刚果的事儿啊，我是有好多这个时候呢，就是这次开会的时候我们说到这个网络的自由这件事儿，那么我看到的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如果是说政治上的这种很多的情况，在某一个比如说在我们的国家吧，我们就发现是很难真的去这么断定这个整个的这个因特网是可以把它整个的关闭的。那大家知道这个互联网它本身呢，它是呢就是说它有自己的强势，它这个对这个好的东西有强势，但对坏的东西也有优势。
我们刚才都说过了，这个脸书，我们说到这个人工智能，这个人工智能之外的，还有就是说可以有不同的这种情况，可以真的是来等于是挑起一个关于这种谩骂或者谣言的这么一个整个的这么一个这么促进这么一个这件事情的发展，但是我们国家。没有，目前没有法律法规制裁他们的能力，我们只有一个办法，我们只有是把它给关闭。那么我们现在当然不是说一定要走到这个关闭这一步，这是最后的一步。如果我们有这个技术的解决方案，能够把这些就是不好的东西能够把它管住的话，我们就不用关闭互联网了。那么当然了，就是说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做法是的确是影响了一些人的权益。比如说我们的选举吧，如果是我们在选举的时候，我们要把这个网络关闭，如果是那么就是说这个网络不关闭的时候，我们可是会有一个可能是会有一个大选的其他的结果，而且会导致内战都可能出现，这真的是很可能出现这种非常，这个不好的、非常负面的状况，我们自己也是一个民主的国家，我们这个所有的这个，但是我们那个国家还有很多人都是根据自己的这个部落来这个思考问题的，那么所以说作为把这个所有的这些事情都归罪一个，这个。好像是对这个整个个人自由的限制，所以他们就不是说你把这个关闭了也是对我的权益的这种控制。那么这个不能这么看的，就是如果是他这个参与了这么一个事情之后，那么他如果是在这个互联网关闭之后，可能是影响了他。他的确是他用靠着互联网做这个生意的情况下，那么他可能是要受到经济上的损失，还有一些就是说那些他或者所说到一些这个剩这个健康有问题的人或者是残疾人，他们就不光是失去了这个收入了，他们就是没有这个情况下，那么就根本没有生存的这个基础了。所以说我们要把这个轻重缓急要把它排列出来，我们要说到这个网络的政策，我们说到这个网络的治理，说到这个网络的这个控制就是有的时候有些人他可能并没有这种想法，但他事实上呢已经是依赖于这个互联网了。那么有的时候他不是说这个互联网失去了互联网使用的自由，而是他失去了很多具体的这种情况。那真的是这样我们世界上已经没有一个单纯的一个数字化社会，也没有一个单纯的非数字化社会，因为他们事实上都已经是现在联系在一起了。这点我觉得也很 Safari 你说的非常对我这个好，我自己说短一点，我时间比较短了，那么一会儿还要让这个听众也有机会互动我们刚才就说到这些挑战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有好多的是因为生死存亡的这种挑战，比如说像这个人工智能方面的事情，我觉得这种跨领域的解决方案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是如何应对这些问题这些事情这都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情，我们刚才说到了吗我要这个真的是这个我做反应的时候要快，要这个非常这个直接，而且要把所有其他这种利益相关的人都这个连通到一起。但是我知道就有的时候呢这个我们的这个社会或者说这个公民社会他是知道他也是很小心的，在这个网络上我们如果没有真正实行这个透明度，那肯定我们就是说的有些人他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故意不去要这个透明度比如说刚才说到这脸书的这个监委会或者说这个整个的技术上的这种解决方案，或者说是这个有些人给他一种这个责任，让他意识到他自己在因特网上操作的责任。那么我觉得就是说我是不是如果是总结一下的话，我觉得
这些所有的挑战，那么就是说给他们解决这些问题的这种答案，事实上不光是一个技术的问题。如果只靠技术就能解决问题，我们就不用在这儿讨论了，是吧？那么就是说这技术，我们所以说就肯定是要去进行讨论，但我们要知道，就是说在整个一个新技术的这个应用的过程中，如何是找到的方案是一个多领域的，这一点我们还要处在一个这个不断的这种学习，如何把这个流程做得更为这个完美。事实上我们在这个就是活学活用，在用的过程就学到好了。 IGF 这一块的确是非常的可以说是Safari 刚才说了就是生命攸关的事情。 Sophie， 为什么国际的整个的这个商会参与这个网络的事情呢？的确是这样的，是的，我们如果在开始的时候不把事情做完全的话，不把这个找到各种各界的人共同来解决问题的话，那以后肯定就会出问题了。我觉得大家不要怕这个事儿浪费时间，这可能会这个流程可能会比较费时间的，但是我们的时间也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有价值的一个投资，将来肯定会有所展示出它的效果了。是的，我们要这个建设能力，事实上呢，我们就所有的这些，利益相关者，他们都肯定都知道，他们也是在这方面有所表现的。那么就是说，我们大家知道，我们如果是想做贡献的，我们必须对这事也有知识嘛，有专业知识是非常重要的话，我觉得就是说，这个在这个内部的流程，每个人还需要一个学习的过程，的确是这样的。整个的事情呢，可能是就流程本身也会有一个发展。我们可能会知道有一个专家他是本来呢，是我们把他请来做这个问题解决，可是我们后来发现他并不适合我们讨论的这个问题，他不是这方面的专家，所以我们还会有一种真正的这种转变。我还想说一下我们这个合作和政府和公民社会和这个非政府组织放在一块儿都是非常重要的。我自己最近特别愿意再到这个大会上来说到这件事。我们上周也是学到了好多，有好多这非常长期的就是参与这些所有的这些人在这儿的这种参与，真的是这么多年来我觉得这个肯定是有意义的。我们在这儿讨论那么多的问题在这个随着这个物联网这块的这种发展，你发现当年我们老是说物联网，现在我们就是说起人工智能了这也说明了一个整个的发展的过程谢谢。好，你是说了一个很重要的一句话，就是激情。就是这个激情是非常重要的，有多少个人在这非常充分是包怀着激情。所以我们是不是现在还说的，就是现在有12个人都是想，就是你们都是常年就是做了这个，就是大力的支持，所以对你们大家表示衷心的感谢。就是这种实力或者权力的这种对称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所以就是我们也是对这些幕后的，就是对这种幕后的秘密协议，我们都是有意见，而且就是往往就是我们觉得就是有没有些没有公开的这些委员会，他们都是来自各自的这个背景，而且那么就是在一个公开的这种环境当中是不好，还是不是好的。而且就是从拨款的角度来说，我们当然也是支持民间社会多提供他们的意见，这个我们认为是非常重要的。我非常重视刚刚就是在线有人问了这个互联网的上瘾问题，所以我们或者比如说这些网络污蔑等等，这也是很重要的问题。所以呢，就是我们在这些方面我们都可以很好的工作，而且就是我们也可以想办法有更多的人就在这可以有这些就是专业的帮助。而且呢，我们在这就是整个生活方式可以说都是在发生转型，而且就这个都是有好处，就是我们
那么我们也是必须先测量一下，就是我们对于，就是比如说经济等等方面，它带的就是在，它是带动哪些什么，就是积极的作用和副作用，这个我们也要好好的测量和评估和评比。好，非常感谢大家。好，这是说得很好，就是平衡是个很关键、很重要的，所以我们还有一分钟。 所以，对你们大家的贡献，精彩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就是我们今天有什么教训和结论？第一呢，就是在一种多边的和就是多部门的这种框架当中，就是必须有包容性的政策才能够成功，而且它也是需要透明。我们在这可以。 我们又可以用就是21世纪的工具，那么也可能可以改进我们的工作质量，而且就是我们也可以加强和就是增加信任。我们也是对于各个利益相关者的这个代表性可以做得更好，就是我们的决策过程可以会有更好的依据。 那么我们现在就是对大家的到来表示衷心的感谢，对诸位的发言者今天也表示衷心的感谢。